走这边。卡卡，我们到底去哪儿啊？虽然不知道这老虎是谁，不过照片是在老虎镇学校拍的，也许能找到一些线索。太好了，我们快去！使点劲儿，再使点劲儿。来，还得加强训练，快给我跑起来！是卡卡呀，今天有没有多吃一点？对了，麒麟爷爷，你有没有见过？哎呀，想当初整个老虎镇只有我才能举起机械爪子呢。麒麟爷爷，为什么提起机械爪子？我问的是照片上的。卡卡，你要多吃饭，才能像爷爷这么厉害。算了，我们还是先去学校吧。照片就是这里，没错。这就是你以前的学校啊？有人来了，先躲起来。卡卡，你又在躲什么？嘘，在学校不要叫我的名字。真的是你呀，卡卡！哇，怎么还是这么瘦弱？真给我们老虎一族丢脸！还挺灵活的。抓不到！你比卡卡厉害多了。卡卡也很厉害。真好笑，他的力气全校倒数第一。不是只有力气大才算厉害，你根本不了解卡卡。不要吵了，琪琪，我们抓紧时间。还给我。这不就是你认识照片上的老虎？当然，快告诉我，你很想知道？跟我比试啊，赢了我就告诉你。好，一言为定，比什么？当然是我们小时候最喜欢玩的那个呀。真是意外惊喜呀，抓住那只胖老虎，问出虎冲之霸是谁。还记得规则吧？谁最快把轮胎送到终点，谁就赢。不过这个游戏你从来都没有赢过我。废话真多，还比不比？让你见识一下真正的大力士。这么大力气，卡卡你怎么办？我的力气根本没法跟他比。你难道想认输？当然不是，我可是天才大侦探，会动脑子的呀。还敢跟我比？现在时机刚刚好，行动。尝尝软绵绵子弹的滋味吧。奇怪，刚刚好像撞到什么了。耍小聪明也没用，还是追不上我。卡卡挨得那么近，根本没机会对那只胖老虎下手。想办法挡住卡卡，三四郎。为什么又是我？怎么能绕开这些障碍物呢？让我想想。我有个大胆的设想，只要计算好角度，走这条路线就能避开其他所有障碍物。可恶的小老虎，我从旁边偷袭，想不到吧。为什么故意撞障碍物啊？
哎啊！不可能！卡卡，好样的！加油，快到终点了！我的衣服，我的头发，全都脏了！哥哥原谅！波比，危险！波比，危险！你们是什么人？想干什么？为了平衡星际资源的分配，为了收藏宇宙最美的珍宝，穿越银河火线，凝聚暗黑力量。伯布、莉莉莎、三四郎，开银河盗猎团711小队。嘿嘿，我们只是想请你帮个忙。711小队正想找你们算账呢。波比，他们是外星人，快跑！我管你什么外星人，尝尝我的厉害。难不倒我波布。卷不动了吗？我看你还能坚持多久。我快不行了。女生动手。明白。我怎么没有力气了？不好，波比中了软绵绵子弹。有了它就能找到虎中之霸了。卡卡，谢谢你们帮忙啊。高兴得太早了。不好。给我抢回来。哎呀，哎，完了。不要过来。哇哦，哥！哎，哈哈，现在三对二，乖乖认输吧。那如果三对三呢？你想干什么？好，波比，出来吧。卡卡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不！啊！原来你早就想到了这招，才故意跳上跷跷板的。你没事了吧？力气已经恢复了。比赛还没结束呢，继续吧。刚刚你明明可以赢，为什么跑来救我？这还用问吗？换成是你也会救我吧。其实最后还是你救的自己。什么意思？要不是你比所有人都要正，怎么能把外星人弹飞到天上呢？你们笑话我。我们是夸你强壮。算了，强壮也没用，全靠你的鬼主意多，我们才能打败外星人。你终于承认卡卡厉害了。其实我一直觉得卡卡也不错，只是比我差一点点而已。我一直说你瘦小，你很生气吧？我从来没有生气。那你为什么总是躲着老虎镇的人，躲着波比？从小大家都说力气大才是最好的，而我以为大家都不喜欢我。我们只是
后来我和琪琪冒险遇到困难时，我才知道大家希望我强壮是为我好，我真的没有生你的气，只是怕你不停地强迫我吃东西和锻炼。好吧，现在想不想知道照片上的人是谁？苦中之霸到底是谁？711小队为什么要找他？我带你们去他家就知道了。左边安全，右边安全。好，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间等待命令。你们想跑到哪里去？任务又失败了，我就知道。再给你们一个新线索，那张旧照片通过系统处理已经模拟出了虎中之霸老了之后的样子。竟然是他。这个武器会帮到你们的，这一次必须把虎中之霸抓回来。是。